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小编要带大家走进乌克兰，了解乌克兰有哪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。视频开始前，请大家先为乌克兰人民致敬，为保护国家领土完整而牺牲的乌克兰勇士致敬，谢谢。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，南临黑海，总面积 60.37 万，人口 4200 万，首都基辅。这个国家有哪些冷知识呢？现在让小编为大家扒一扒。一、乌克兰盛产美女，是欧洲美女最多的国家之一，首都基辅还被评为全球美女之都。乌克兰美女高大挺拔，眼睛深邃，很多都是混血姑娘，走在乌克兰的大街上绝对让你一饱眼福。说到这里，小编的魂又被勾走了。二、乌克兰美女虽然漂亮，但是体毛旺盛，又喜欢运动，除了汗喜欢喷洒香水掩盖，这种体香有可能你受不了。这一点小编觉得能接受，毕竟习惯了就闻不见了，你们能接受吗？三、乌克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，女人多男人少，100个女人只有85个男人，也就是说100个女人中还有15个女人找不到老公。到乌克兰你绝对打不了光棍。四、乌克兰姑娘很单纯，只要你情我愿，他们不会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或者要什么彩礼，但在结婚前呢，要给丈母娘洗脚。为了他姑娘，小编觉得这难不倒小编。五、乌克兰姑娘不排斥嫁给任何国家男人，只要你幽默风趣，有男人魅力，最好是你们有一样的兴趣爱好，能谈得来，对人家姑娘好，她就有可能嫁给你啊。六、30岁之前，乌克兰姑娘身材和脸蛋苗条好看，到了30岁以后就有可能身材变形，主要是发福。七、乌克兰女人储蓄观念淡薄，她们很多都是有多少花多少，周末还要陪家人一起过。况且乌克兰女人结婚后啊，准备充足的食物和日常用品，即使她们用不到，是不是有点败家呢？男人负责赚钱养家，女人负责貌美如花，小编一直这么想的。八、乌克兰意为边陲之地，原意是指俄国与波兰的边界之地。九、乌克兰面积很大，高达 60.3 万平方千米，面积是欧洲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国。十、乌克兰被誉为欧洲粮仓，农业高度发达，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，国内2/3的土地都是黑土地，非常肥沃，非常适合农业种植，并且几乎不用化肥。十一、乌克兰有两种官方语言，乌克兰东部讲俄语，乌克兰西部讲乌克兰语，语言一直不统一，小编觉得这也无所谓。十二、乌克兰曾是世界第三大核武器拥有国，建国时继承了苏联30%的核武器，1994年乌克兰才主动销毁了所有核武器。十三、乌克兰目前人均 GDP 仅2900美元，成功超过摩尔多瓦，成为欧洲第一穷国。十四、乌克兰人的平均月工资一般在1000到1900人民币之间，同样乌克兰的消费水平也很低，十几块钱能吃一顿饭，30块钱能住一晚酒店，一般情况下200块人民币就能玩得很开心，很多人都把乌克兰作为欧洲的第一站。十五、乌克兰的手机市场65%以上都是中国手机品牌，其中小米手机就占25%，可见中国手机在乌克兰是多么的畅销。十六、乌克兰曾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除俄罗斯之外面积第二大的，第一大是哈萨克斯坦，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成为独立的国家。十七、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，乌克兰的成人产业是合法的。十八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在乌克兰，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，所释放的辐射线剂量相当于一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。30多年过去了，那里仍然不适合人类居住。十九、中国曾购买乌克兰的退役航母瓦良格号，这艘航母好坏，小编就不评价了，各位看官老爷，你们最清楚。二十、乌克兰竟然有198个在司法部注册登记的政党。二十一、乌克兰的造船业高度发达，它可以造出各种型号的舰艇，包括航空母舰。二十二、
乌克兰的国际超模非常多，其中在中国的外国超模中，乌克兰超模就占20%，要不怎么说出美女呢？23，乌克兰也有类似于中国饺子的食物，但不过呢，他们的食物都是水果味的，也有蔬菜味的，但需要蘸着酸奶吃，是不是很奇葩呢？24，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，AN-225最大运输能力为250吨，而中国的运20只能运66吨。不得不说，乌克兰的飞机货运能力还是很强大的。25，乌克兰大街上到处跑的都是中国品牌的汽车，比如长城、奇瑞、吉利等。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吧，毕竟中国车便宜。26，罗宋汤竟然是地地道道的乌克兰菜，这个没想到啊。27，乌克兰的土地属于私有财产，可没有几十年使用权这么一说。乌克兰可耕地面积多，人均耕地面积多达60亩。28，很多乌克兰美女到中国做超模，一般情况下3个月赚的钱就能回他们国家买一套房，不知道是他们国家的房价便宜，还是在中国挣的钱多呢？29，乌克兰现任总统泽连斯基曾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喜剧明星，当时在乌克兰很受观众喜爱。30，乌克兰也有泼水节，大家希望通过泼水节来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，一般私生最多的姑娘就是男士们青睐的对象。知识分享既要有趣也要有用，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，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既好玩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。最后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，再见。